不应该露脸是这意思不？啊，关键是咱是没有那玩意儿，想露没有办法露，你要理解，你要理解。不应该学人家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离近点。但是人家那是后置摄像头，我没有弄那个后置，我是前置摄像头。我应该再拿个手机，或者再拿个平板，然后拿着手里，然后这个直播的这个弄个后置的，那样看着应该格外好看，好像。好多直播都是用后置的。又在干活呢，为什么老是干活呢？我不能歇一歇啊，别干了，咱们聊聊天。我太闲了，主要是我太闲了，没有人跟我玩儿。哎，没有人跟我玩儿，太闲了。后置是不是高清点儿？前置高清，前置高清，后置能够它因为有广角有啥的，你知道不？那15 Pro 它设置的那个像素有广角有啥，能给人照出来很好看。前置照出来没有后置照出来好看，我听他们说的，我不太懂。然后还要你要再拿个平板，再拿个手机，你自己观摩着那个画像什么样的，我嫌烦，所以我没有弄，知道吧？我一直都是前置，能理解吗？不太懂啊，我也不太懂。你给人家买手机买的什么手机啊？买的什么手机啊？你羡慕一下我啊，你知道吧？我想挣1亿好难呐。13 Pro Max，哦，那我比你高级一点，我用的15 Pro 呢。哎呀，人家比你高级一点点呢。中间就是差了个10世而已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笑啥呢？我笑你给人家别人买了个13，但是我用的是15，瞬间感觉我档次又高了一点，离那个1亿又近了一步呢。浪子，浪子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么你通过流量扶持，你都浪费人家这个流量了。你来了，你又不跟我聊天，你光一趟又一趟，那跟那赶集一样，一趟又一趟的。你又不跟我聊天，不干啥呢？你跑开了。我让你进来，你说菲菲下午好，我跟你说啊，浪子哥哥下午好，这不感情都来了吗？是不是？结果你不。说的不美，有的话不好听我就不回了。那素质都是自己给自己的，我就直个播啥也没干，望你们理解，好不好？咱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，格局打开一点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
必要哟。喂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哥哥你好，下午好，想我了没有？想你了呢，想你了呢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在忙啥呢？最近在忙啥呢？这闪耀能干啥呀？最近在忙啥呢？太闲了，我准备这两天，我前两天不是去华山了吗？去西安，然后感谢4211，谢谢我唯爱哥。然后我最近准备天津，一直在上班啊。但是你上班的时候想我了没有？那你今天怎么闲了？我主要是前两天不是出去玩了吗？然后你几个人去的呀？我弟，我还有俩人。五个，我自己开车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，我们换着开啊，我们没有走高速，我们走的是低速，知道吧？然后就是看着一路那风景，然后那秦岭啊、峡谷啊什么的，因为我们河南是平原，山很少，我们新野县更是个平原中的平原，都没有那种小土坡，然后感觉很喜欢，看了两天，看够了，然后就爬了山，然后就回来了，回来两三天了。那边风景很美吧？都跟我这种没有见过山的感觉，那边风景好美，它雾里跟出太阳是两个样子。但是吧，看几天我不行，我属于适合现在这个年纪，应该要待在繁华之地，我想消费。那个地方不适合我消费，只是玩。前段时间我跟你说我直播播 emo 了，怎么不来四川玩呢？去啊，不是因为西安去过一次吗？这次第二次去，然后想着近一点。四川是盆地，四川山很多，我知道呀。但是开着车去，我怕迷路。你们那儿路不是成都那儿的路是什么？一楼是高楼，高楼是一楼还是怎么说的嘛？这几天我们这里42度好热，那你注意防暑。我们这边它立秋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边是今天刚刚看35度，注意防暑，再热这几天。这两天注意一下，再热应该有一个月，不到一个月差不多就结束了，秋天就要来了。我吃胖了，妈呀，我出去一趟了，胖了7斤呢，哥，好难减呢。出去了7天，胖了7斤。川西那边很多山体滑坡的，是很多很多，它有的是土黄土高坡，有的是那个石子的嘛，因为我没有见过山。我们这边，我们新野一直待，新野那边都没有山，连个土坡都没有。南阳13县唯一新野没有山，唯有我们新野没有山。马大姨，关掉美颜，豆腐渣，新野哪里的？就是新野的，我就是新野的。把你卖到大西北生意，我在我都是马阿姨了，你比我还老呢，你都哄我喊阿姨了，你要给我卖掉呀？火烧心也对，诸葛亮火烧心也的那个心也，心也摆面，所以就是南阳13县唯一一个没有山的地方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要去四川了，我都找你了，我都喊你了，让你给我推荐你们四川当地那个美食了。但是我应该是今年要么看10月份那天，就爬了一趟山下来。四川太多美食了啊，人家都说吃美食得去四川，你知道我去西安吃面食吃。
有多不好呀，我再不好我也没有吃你家的饭。我有多不好呀，说这话。32了，没用。我明明40-50岁了，你为什么要说三？